我们国家就是他们是有羊的，是现场的导师。你用一升吧，也不要加，不要加太多。加个一升就可以了。好好好，不要再干了。这汽油干嘛呢？你烧？这是干的更快。汽油朋友岂不能软掉啊？先拆。放油漆那个干的那个。对呀、啊，关了风门，关了风门没有？啊，来听听吧，对。好。那边那个家伙先要，轻轻一拉，